谢谢你，谢谢什么谢？谢什么谢呀？教练，你实在是太粗鲁了。我还粗鲁？你让我失望了你？啊，练了多久了？啊，又跑了倒数第一名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于小脸儿。教练，你别生气啊，你换个思维想，对不对？你没看着前面那几个人被我追着直跑吗？